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Xinxin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分蛋糕，分蛋糕，生日快乐！那成一快去拿盘子呀。啊，好。你许了什么愿呀？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没事，你悄悄告诉我。啊，我也好想知道啊。快快，盘子来了。哇，这块有蓝莓。哇，我带蓝莓的。我要那个。哇塞，哇，这看上去也太好吃了吧！抱歉，你只能吃这一块小的哦。好吧。哎，这块有巧克力耶。哇，谢谢。哎呀，少了一块呢。啊，没事没事。美浩，太不好意思了，我没想到。哎、别跑。哎，等等我。拍个照吧，陈一，你不是会拍照吗？给我们拍个照吧。好，准备。宝贝儿，生日快乐！今天你许愿了吗？你孤单吗？你是怎么知道这家猫咖的呀？哦，从 ins 上看到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那个小哥哥又特别帅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为了撸猫还是为了小哥哥呀？哎，陈一，你快点啊！哦，好。这恐慌你好搭呀！真的吗？我前两天才买的。真的？贵不贵？不贵，前几天打折来着。哎呀，下次有活动叫上我哈。哎，那老师真的是，我就迟到两分钟，他就给我接着迟到。哎，你看人家陈一，为了拍那个鸟，迟到了好几分钟，打个招呼就过去了。哎，陈一那个鸟，不是还登校报了吗？是吗？嗯。你们也试试吧，谁都可以投的。哎，反正我是不行。哼，我也不行。哎，对了，你的考试准备怎么样？嗨，别提了，都没看呢。随缘随缘吧。哎，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考试，不挂就行。
哦，那我去拿饮料吧。老师真的好双标啊，都是迟到，陈一就没什么。哦，对啊，你看人家陈一天到晚跟在老师屁股后面问问题，跟屁虫似的。你不觉得陈一这样很讨人厌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听不懂我们说话，还总是跟我们待在一起。是啊，烦死了。哎，我们下次出来别叫他了。哇，这猫真可爱。哎，你看这猫就像陈一似的，谁有事就跟着谁。但陈一才没有猫可爱。嗯。就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奇怪。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感觉世界在往前走，我在往后退。秋天的风在使劲地推着每一个人去相爱，或向相反离开。这种锐利的温暖感动着我。我想知道一朵花为什么会开，一只鸟为什么会飞，一位艺术家为什么会为了画笔、文字、舞蹈而甘负终生。当我举起相机，看到的不是孤单和路长，而是波澜壮阔的海和天空中闪耀的星辰。我想用对生命的爱，用最真的心，寻求生活的意义。Thank you.
妈带你来这里玩好不好呀？好呀好呀。妈妈，为什么他们都只有一个人呀？因为他们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呀。可是他们一个人不会觉得孤单吗？孤单并不代表孤独哦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